Doush Multi Station 多连接中的一百吨四连接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四台标准的一百吨设备。它的所有参数和标准机台一样，但是它又比标准机有着更多的优势。第一点，设备成本投入大幅降低。一台四工位多连机相比于四台标准设备，成本节约25%。第二点，场地需求减少30%。四台设备机架固定相连，让整台设备更紧凑。它有着更小的车间场地面积需求。第三点，四台设备可以联动生产，也可以单独运行。因为四台设备共用一台电脑，根据特殊的程序优化，更适用于客户的批次和批量生产，将大批量订单精简小型化，更有益于标准化管理，减少模具和工装的投入。第四点，多台设备共享一套自动化，一字排列的设计，自动化线性运行，可以轻松地实现自动化的共享，让整体生产更有效率，更加顺畅，也更能为客户节省自动化的投入。Doush多连机的设计初衷在于解决同类大批量产品的高效率低成本生产，这种低成本体现在对场地的需求、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对人员成本的节省，同时优化工厂标准化管理和工业 4.0 生产的需求。基于以上几点，都是 Multi Station 多连机的形式不定。根据产品和需求的不同，我们有为客户提供过工字型的多连机和一字型的多连机，也有为客户提供过二连机、四连机和六连机。同样，我们也为客户提供过注射单元 N 加 N 和 E 加 N 的不同形式。橡胶制品生产竞争日益激烈，都是很乐意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为我们客户找到最佳的生产方案，让我们的客户更具有竞争力。